今天呢、哦，把这个啊，其实就是输入三个词，假设输入三个词 A、B、C， 那我就先判断一下哈、哦、，B 平方减掉四 AC 的结果有三种，有没有？那当然呢，小于零就没有根，就输出哈、哦、啊。如果是等于零，就是这个公式。OK 啊，这个公式在云端上也有了哈。二要挂号。二，你是说二乘 A 这个部分吗？你说这个结果吗 ？OK 哈、哦，它没有挂号会怎么样？会错吗？对，除以二，那下面这个就有挂号，下面这个二除以二，哎，好，出来之后的啊，再来就是把它变成 DF 了，所以这个动作哈、哦，第一步你至少要先达到，你才有办法做第二步。当然如果你功力好，你一次做 OK， 可是问题如果你功力不够的话，如果通常大部分同学是会有问题啊，其实那个步骤也差不多、哦、所以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哦。其实就怎么样，一先在上面打一个 DF、哦、然后呢你就是加一个什么呢 compute OK， 然后呢刮弧呢怎么样呢，就 A、哦、传三个参数过来 ABC 中间加逗点嘛、哦、OK，然后再来的话呢，哈，把它放，一定要放上面哦 ，OK， 啊，放在 input 的下方 ，input 一定是最大，放在最上面，你是这个顺序不能倒，不能颠倒的 ，OK 哦，然后再来做什么呢？把这一个 print 的上面这一行，一直到这边 d 等于 b 平方减掉 4ac 中间这一段，就 input 跟 print， 就是，哎，实际上就是输入跟输出中间这些程式，把它放到哪里呢？放到上面这边来。再来记得要什么缩排一下，按个 tab 键 OK、哦、如果你没有 tab 键它就不接受，一定会出现错误。那接下来的话呢，最后记得怎么样，在最后一行的地方的 if 的同一，其实就是 df 的下一阶的最后一行，你也不能太前面，你也不能太后面，反正就是在这一阶哦，就一个 tab 的位置，输入什么呢，输入 return 的意思是说我要丢回去给那个呼叫我的这个地方、哦、丢给他什么呢，丢给他 S， 所以这个 S 把它丢过来，那这样的话本来在这边输出的、哦、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是呼叫他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我呼叫他，所以怎么呼叫呢，哎，你请你帮我做一些事，那他会说那你请你给我三个东西，因为我这边要有三个参数，你就丢三个参数过来，哦，你不能说我这边有三个参数，你丢两个给我，你丢少一个都不行，啊，只是名称不一样没关系，如果这边 A B C 那边 X Y Z 也没关系，哦，只是说呢，如果你这边改 X Y Z 的话，下面这些都要改 X Y Z， 这个意思说我丢参数过来给你用的名称哦，所以你一定要这个名称跟底下的名称是相符的 ，OK 哈、哦，然后呢，最后 return， 哎，程式就 OK 了。应该就写完了，然后注意一下、哦、这边的话、主要是把原来这边 S 把它丢到上面这个地方来，而且要 input 的下方、哦、这个 input、哦、input 要在最上面、哦啊、这样的话基本上就 OK、啊、顶多就注意这个缩排、哦、然后 return、关键的这个字 return S 它就 return 过来、啊、如果 OK 的话呢，其实你就把它 run 一下应该就可以跑成功了，所以比如说我刚刚他有给个几个题目，那我们就照他给的题目，如果可以做出来结果的话那应该就 OK， 只是说等于他里面没有 sample 二负三一 OK， 结果的话你就要 1.0 0.5、啊、这个中间要有个空白，我好像记得我刚刚程式里面少个空白 OK， 如果有差一个空白程式也就是你的那个最后结果也不会过、哦、那这部分 OK 之后的话、啊、请各位再试试看做一下那个所谓的那个最大公因数啦、啊、其实这个最大公因数你也不要钻牛角尖啦，反正就输入什么输入12跟8它给我它的最大公因能够被整除的那个最两个最大的那个值是哪一个，你把它算出来能够被他们两个同时整除哦，啊整除的话就什么等于0嘛OK， 也就是能够被这两个同时整除的，所以呢可能要能够被12和那个什么呢8同时整除 AND 哦，
条件一定要 and 哈、哦，那个数字帮我留下来，好、哦，哎呀，这怎么写？其实程式并不困难，画回圈，一直跑到哪里呢？跑到，当这个值不能大于其中一个嘛，就是一定都要比他们两个还要小，所以等于是小于等于啦，啊、哦，小于等于其中一个，那你不能比其中一个大嘛？然后判断说呢，这两个能不能同时被整除？如果可以的话，那帮我呢留下来大的最大那一个，所以可能会找到一个，哎，一个再把它盖过去。哎呦，比如先找到多少？找到二好了，然后二再来的话就四嘛，所以二，然后这二再把四盖掉二，对，然后最后留下再来六，哎，六不对哈，然后再来没有了，没有的话就直接把这个四给输出。哎，程式怎么写？好，那请各位试一下，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OK， 好。不过这边的第五类哦，我觉得它设计的就是有点偏数学啦，好啊，但是你也不要把焦点一直放在数学，因为我怕有些同学程式都够难了，还要再讲到数学，好，那真是难上加难哦。重点应该摆在怎么样把那个数学那个逻辑啦，好，逻辑转换成这个程式的逻辑，好，主要应该还是程式逻辑部分哦。不过它也不可免的，很多地方未来如果你要做一些运算的话，哈，当然还是需要数学的底子，如果好一点的话，这相对的会比较吃香，哦。不过当然也不是绝对的，有些东西哦，可能像我们之前讲过的，你可以比如说你要把好几个数字通通切出来做加总，你可以用计算的，你也可以取字串，所以方法我觉得哈，不见得一定要只能用计算的方法来做了哈，那我想请各位这个先试试看，然后如果刚刚五零六做完哈，可以看看五零八哈，取两个数字最大公因数的部分哈。